我不想和你说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所以报复。但我不想和你纠缠下去，我们今天就做个了结吧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 我知道你不满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你满意了吗？你疯了吗你？不管你怎么样做，我都接受，是我应得的。 哥，佳玉来了。今天把方逸飞痛整了一顿，庆祝一下吧。庆祝什么？也很开心吗？提个开心我就开心了，还是你觉得还不够狠呢？ 我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不会啊，我觉得那女的活该。哎，齐哥，你还有对付她的主意，告诉我，我去办。我告诉你，除了我以外，谁都不许碰她。嗯，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走了。 齐哥，齐哥，酒哎！一菲，你还好吗？莉亚说你一回家脸色就不对，又不吃饭，你怎么啦，一菲？一菲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就开门喽。 都没开灯啊，一菲，你还好吗？方逸轩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难道看不出来我很烦吗？我只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方逸轩，什么时候学会迁怒了？妈，是我不对，我不知道一菲想要一个人静静，我还这样闯进来。逸轩，你先回房去。 我要好好跟你姐姐聊一聊。妈，穆小言，我发现你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是没有地位可言的。逸飞从来不会这样子跟逸轩说话。那麻烦你告诉你女儿。 不要让他总缠着我。看来，试着跟你讲理是行不通的。这是今天早上你要我寄给你妈的信。听清楚了，再敢伤害我女儿，你就要开始担心你妈妈了。
什么？夏萍担心头等病房会花太多钱。资料我看到了，这个等级看起来还行，那就依他吧。记得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 杭州，我妈在杭州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怎么不说话呢？不说话我挂了啊。我找夏萍，你是谁？干嘛要找夏萍啊？舒总裁这边的人。哦，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 嗯，他去散步了，你稍微等一下。我帮你去叫一下他。走，我怎么随口说是舒雨熙的人？那妈一接电话不就露馅了？小妍这老板人真是太好了，给我找这么好的大夫，又给我出这么好的病房，真是要好好谢谢人家。想必我们家小妍干得不错啊。喂，喂，我是。妈，对不起。 你一定要等我。没事儿，好像挂了。你知不知道是谁打来的？我们要不要打过去问问呢？哦，大概是张老板的秘书吧，我没听过这声音，我也不清楚。哎呀，真是的。 小妍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 你女儿那么忙，又受张老板赏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也是，你只要把病好好的养好，就是对你女儿最好的交代了。散步也够久了，我扶你回病房休息吧。
走。华董，你有时间吗？企划部要规划下次第一个系列的宣传广告，你呢，先提出一个大方向，让他们做前期准备。方设计师，你可以复述一下刚刚我说了些什么吗？对不起。公司才刚刚成立，你作为首席设计师对首播主打没有任何的想法，也就算了。开会的时候还在发呆，你到底有没有想好要好好的做这份工作？行了，你下去准备一下，各路人马都在等着你。杰哥，看他那张苦瓜脸，我看我们昨天真的整他整到点上了。这只母老虎啊，可成病猫了。行了，我下午没有什么事情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奶奶最近腰疼吗？去医院陪陪她。可以吗？哎，我奶奶已经真的……你现在每多浪费一滴口水，你奶奶就多疼一会儿。谢谢你啊，那我先走了。企宣部送来企划案有三份，请您核阅。把东西放下。对了，小月，是，我记得上次你送给我一杯茶，你说是有安神的作用。是，您现在要喝吗？帮我给方设计师来一杯。对了，千万不要说是我送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小严，这老板人真是太好了，给我找这么好的大夫，又给我出这么好的病方，真是要好好谢谢人家，想必我们家小严干得不错。吴小严，我发现你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要是让我再发现你行为失控，这两年你就休想再见到你妈妈。当初我找你扮演方逸飞，你是各种的不情愿。今天我替换了逸飞的作品，你又变成了各种的义愤填膺。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你到底是谁呢？也许我就是要整你，也许我就是要拿你寻开心。你大小姐脾气可以随时的走掉啊！霍天琪，你干嘛？好好享受我送给你的这份大礼吧。在这个家里，你是没有地位可言的。再敢伤害我女儿，你就要开始担心你妈妈了。一年了，我一直努力信守承诺，可舒雨希动不动就惩罚我，
现在还加上华天齐每天折磨我。当初的约定根本都没有这些，我为什么还要忍耐下去？为什么不走呢？没想到，在逸飞小姐的七日里，还是遇见你了。我真后悔。我那天要是反应再快一些，要是……不要再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，我真的。方摄影师不在。所以，病患不能私自离开医院，必须要有入住时的保证人签名书才可以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那夏萍的保证人是谁啊？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张全，逸飞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……对了，舒总裁现在在吗？总裁出去开会了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我只是来拿东西的，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对了，我想找一下保安部主任张全的资料。好的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些是什么？这个是给逸飞的，他昨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送一些配饰去夏子那边，好让他选一下。逸飞要的东西啊？我刚刚打过电话，现在我已经联系到了同意书上的人。对，但是麻烦您能把同意书传真过来吗？因为我现在不方便过去。那谢谢啊，我的传真号是……你什么时候看过我姐的设计搭配过这样的东西啊？还特地从仓库拿过来，你不觉得很多此一举吗？没有啊，因为逸飞也没有告诉我他要搭配什么样的衣服，所以我就想多准备一些，他也好选择嘛。他没说，你不会自己判断啊？他刚进夏姿，他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凸显他个人风格，而且他最擅长的就是成熟中带一点甜美。不然就这条吧。可是，之前逸飞有跟我讲过说，配饰最好是不要太抢衣服的风采。这个颜色会不会太亮了一点啊？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吧。
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，但是感觉很清新，而且也很好搭配吧。你还真的以为你是我姐肚里的蛔虫啊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帮她的忙而已。我告诉你，你只是帮她工作的助理而已。我是她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亲妹妹，你会比我更了解她吗？我知道，她一定会选那一条的。你们都在这儿啊？一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拿东西的。拿项链的是吧？啊，是啊是啊，你看我。哎，四可在这儿啊，我还以为带到夏姿去了。哎，我的项链呢？来，是。你选一条吧。这条吧。哦。你为什么不选这条啊？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看的，要不都帮我装起来。嗯，不用了，不喜欢就不要勉强。逸轩，逸轩，你听我说，逸轩。哎，逸飞，你的项链没有拿呢。逸飞，怎么感觉你那么着急啊？感觉像夏姿好像有人用秒表掐着时间让你回去一样。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工作压力很大，可惜我也帮不了什么忙。如果说你想找人说话的话，我一直都在。你一直都是那样子。记得我刚到石境的时候，你一直在帮我，以前也没来得及说声谢谢。苏荷，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很有天分的设计师，你要加油，以后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干嘛突然之间说这话？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，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。我天天在下次上班，你要多保重啊。你别这么说呀，虽然说你现在工作越来越忙了，可是你可以随时找我呀，我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陪你去吃烧烤呀，逛夜市啊，然后去逛街啊，然后我们两个人还可以一起通宵聊天啊，等等等等，我们俩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。只要你想我的时候，你就找我吧。苏荷，真的很谢谢你，希望你可以早日实现你的梦想，我也要去追回属于我的梦想了。一菲小姐，在这里的一年仿佛做梦一般，走过了要成为设计师的必经之路，体会到不被人认同的心酸，也体会到被人肯定的喜悦。通过。恭喜啊。能成为设计师是我曾经的梦想，但我不需要了，不属于我的我不要，我要的是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，这才是我的梦想。逸飞小姐，这一切都是我害。如果不是我失手撞死你，就不会这样。对不起，逸飞小姐，是我害死了你，是我让总裁那么难过伤心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。总裁真的很辛苦，这一年他都装得很坚强，他瞒着逸轩，生怕他承受不住失去你的打击，可其实他心里很痛苦。我也不晓得那个穆小爷能不能代替你
完成你和总裁的心愿呢。原来我扮演的逸飞已经死了。舒雨溪那么生气，你才花一年的时间，那也能叫心思吗？你知不知道逸飞熬了多长的时间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跟逸飞相提并论。方逸飞既然这么努力这么优秀，你把他找回来呀，干嘛要我替代他呀？给我滚。既然永远不回来了，为什么还有我存在呢？如果只是为了完成和李欢的合约就隐瞒方逸飞的死讯，那舒雨溪这个人也太冷血了。穆小言，你已经不是方逸飞了，这些事情都和你没关系了。对了，总裁，我刚才看见逸飞回来了，我看见他在向人事部在查保安部老张的资料，是不是老张他怎么了？逸飞回来了，他说什么了吗？我看他找苏和说了一些话然后就走了，感觉他很紧张。可能是他到下资不太适应吧。丽啊，今天早上碎纸机你清了吗？早上我打扫时碎纸机是空的啊。什么？是空的？跑回来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就冲到房间去了。他离开了吗？还在房间呢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丽啊，待会儿逸飞出门的时候，你就跟着他一起出去，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了。要我跟踪大小姐啊？照着我的话去做就是了。张，你现在马上到公司来接我。
方逸轩，你一个电话，我就马上把你从公司安全送回家。没有奖赏，没有谢谢也就算了，但至少给我这个护花使者一个微笑作为报答吧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在同样的情绪当中纠结。你要是这么不爽苏和的话，就把他开除不就好了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的伤没事吧？VIP 了不起，VIP。小伤而已，没办法，人长得太帅就是会招人嫉妒。你有心情开玩笑，我没心情听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谁回来了吗？姐，你怎么没回夏姿？你拿行李要去哪里啊？我回来拿点书。你怎么突然跑回来啊？是什么特别的书让你特地回来拿？不能请丽雅送过去吗？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在哪儿啊，只有我知道，所以回来找找。石静明明就有一个图书室，里面有很多关于服装设计的书。你刚才回公司的时候为什么不一起拿走？还有你专程回来拿这些书。因为我在找一些关于色彩啊心理学这方面的书，我想在我的设计中加入心理学的元素啊。图书室明明就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。因为这几本书都绝版了。对了，逸轩，我有个会得先走了。逸轩，我现在不走的话，我永远都永远都走不了了。逸轩，你一定要帮我。逸飞，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逸飞不是说了是回来拿书的吗？你的反应也未免太过激烈了吧。逸轩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要去哪里，不想让我知道？你这样用力抓着他，他的手会受伤的，快点放开吧。就是啊，我除了去下次上班还能去哪儿啊？你别骗我了，如果你回公司上班为什么要拿着行李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跟一年前离家出走的表情一模一样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不回来了？方逸轩，你不觉得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吗？逸飞拿着行李也不代表他就要走啊。你懂什么？逸飞，把行李打开，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对你这么重要。你别闹了行吗，逸轩，我真的要迟到了。你不敢打开就代表你心虚。你要是再不让你姐姐回夏姿，那她老板可就要杀过来了。就是啊，你也知道华天琪那个人很可怕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逸飞回到夏姿之后再叫华天琪打电话给逸轩就好了。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么说你真的不是要去其他地方？当然是真的。好了，你也赶快回去上班，别翘班了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脾气那么大？难道真的是我反应过度了吗？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太累了吧，我去好好休息一下。石静的人说方逸飞今天没有进公司。哎，电话呢？也没有接。许元树呢？我刚刚去看过了，也不在啊。
哎，徐哥，你放心啦，他这么大一个人，应该不会。谁说我有担心他？不嫁外出一整天，看明天怎么收拾他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是。Tony。嗯。我警告你，不许跟踪我。是。没长嘴巴吗你？去哪儿不知道交代一声吗？有两个饺子啊，举行婚礼。等饺子新郎送完客人回到新房里的时候呢，他居然发现床上躺着一颗肉丸子。饺子新郎大吃一惊，连忙问这颗肉丸子他的新娘去哪里了。没想到肉丸子竟然害羞地对饺子新郎说：“讨厌了，人家脱了衣服你就不认识了。”要我说，这饺子新郎也太纯情点了吧。照常理说，我说完这个笑话，就连石头都应该会笑的。为什么他宁可看我这么难过，也不肯告诉我他要去哪里？我只差没有跪下来求他，他还是坚持要离开。我是他妹妹，我不是外人，我是他妹妹。我坐在这边自己喃喃自语，会不会很像疯子啊？你自己也知道啊，我还想送你去医院呢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一菲，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我也不想干涉他太多。康姐，再多给我讲几个笑话好不好？拜托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我说的嘴都干了，你连嘴角都没动一下。现在也该轮到你逗我笑了。这样吧，你学超模走台步，就假装这里是巴黎时装周，你正在 Chanel 时尚秀的伸展台上走开场秀。你可以想象台下有数以百计的镜头对着你拍下你最美的一瞬，或者你也可以想象自己就是超模 Colly Claus 或者是 Lara Stone。 这里是 Vogue 的封面拍摄现场，你要对着镜头展现你最性感的一面。 Gisella Bonskin， 我小时候最喜欢模仿 Gisella Bonskin， 她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可我姐姐的偶像是 Calvin Klein。我们最喜欢在一起玩走秀的游戏。头再抬高一点，背再挺直一点。嗯，对对对。姐，你确定吗？这样我看不到路哎。妈妈公司里的大姐姐都是这样走秀的呀。好累了，一菲。逸轩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吃冰淇淋好吗？不要了。好了好了，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就五分钟哦。逸菲最喜欢把围巾啊、床单通通围在我身上，当作是他的作品。妈妈每一次都笑我，哎，你被逸飞裹得跟肉粽一样。但我还是啊，照样把客厅当作伸展台，玩得很开心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
我把妈妈替客人定制的高级礼服拿来穿，还把高跟鞋也穿上。一菲看到了，她告诉我赶快拿回去，但当时我没听她的话，我还怪她，你怎么多管闲事啊。后来我不小心把衣服给弄破了，妈妈知道了超生气的。后来还是一菲替我顶罪，说衣服是她弄破的。以前总是保护我的姐姐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她啊。